你猜这是啥？这像那个苞米那个叶子似的，吃就吃里头芯儿里头这个东西，这个叫乌米。乌米，这个外头是白的，里头是黑的。哟，这个还好像正常要熟透的是那种是黢黑黢黑的，这稍微有一点黑。吃起来是那种面面的，没啥味儿。来一个大的，哎呀，这个大，看，这黑吧，脆脆的，挺黑呀。有认识这是啥的吗？有吃过的吗？